在华的有夫之妇是谁？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受到这种待遇？为什么像傻瓜一样默默承受？虽然当不了受人尊敬的检察官，但是我想成为那个孩子的好爸爸。我那个被你抛弃的女儿，好像终于找到了。什么？我要好好想想，帮你保密到什么时候？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我来综合台《华丽的对决》。